我们环岛寻找台湾第23天，感恩在每个当下，我们用一份清净的心，让我们更多更多的佛陀弟子。佛代表觉知觉醒，陀在其中，它是一个教化，并不是宗教，也祈愿我们来到此地能够唤醒佛果人间化。感恩感恩我们所有的常住法师，秉持着不可思议的愿力，不可思议的脚力，能够走出一片天地，让佛果人间彰显。感恩阿弥陀佛。